2021又是一个人吗？全新的一年，不想再孤单了。波波代理全新企划《月老执勤中》，带你认识路上单身极品，快跟我们一起来瞧瞧吧。那一开始想问一下你们的绰号，叫我凯源就可以了。叫我 Nico。单身多久？单身半年，一个月。分手的故事是可以说的吗？目前不是那么适合彼此在一起。你现在会想要交对象吗？当然会希望，心就是静下来，再好好去步入下一段。就是他跟我还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认识别的女生，他跟你提的，对，然后提完你才发现。跟那女生认识的时候就很快就分手。哎，会不会你前面看到的影片？我要先给他看，给他看啊。我觉得我还蛮丰富的，就是很喜欢交朋友，然后很开朗，因为我蛮善良。哦，你看着超善良，善良值100，看起来是挺难相处。可是我朋友认识我都觉得我就是很反差。我觉得你们很搭，就是他需要有你这种朋友。你是猫派还是狗派？是狗派，因为我真的养过狗，这两个都超怕的。那你喜欢小孩吗？我超喜欢小孩。那跟我一样，以后会想生吗？会，两个，两个。你们决定好啊？小孩我还好，比较喜欢动物。你们喜欢喝酒吗？喜欢小酌，不会喝到烂醉的那种。不会。你们平常会听什么音乐？我都听英文歌，就是NBA那种抒情歌或是韩文歌。那你们的理想型是怎么样？我希望就是他很贴心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心可以很就是很稳定，就是不要再遇到那种爱玩，或者是他没有想定下来，比我高就可以了，看起来阳光，健健康康，180，对未来有抱负，不会让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，因为我是那种就是交往就一定要朝结婚那个方向前进，就是不会想谈那种速食恋爱，我干干净净，不烟不酒，那你有酒哎。我就是小酌，跟朋友就是姐妹们、那他也可以吗？小酌可以，但是不要那种酗酒。对未来男友喊话，就对着镜头讲。是跟我在一起可以不用有什么压力的负担，就是做好自己就好。主要是两个可以一起变好，然后就是一起有那种上进心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很自，就很向往自由，所以我给另一半也很自由，想要干嘛就干嘛。那想跟别的女生，只要跟男生就可以了。跟别的女生就约会，大家怎么称呼你们？吉普单身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你呢？为什么你不胖啊？你瘦了多少？50公斤。那你们现在是几岁？27、23。差那么多，所以看起来。老师，你们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摄影师。会潜规则吗？潜规则谁？没有，我们是他艺人，所以我们他也没办法潜规则，人家都更红了。不好说。好，那你呢？我刚毕业。你们是怎么认识？网友。今天第一次出来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但是就是变好朋友这样子。友好的。有好吗？那你们单身多久？半年。你也是，差不多。那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跟前任分手吗？因为渣的人不分星座啊。哦，你是自己哪里？我在讲。我比较认真的人，但是就可能遇到那种他感觉没有什么新鲜感，他就会走。哦，就是觉得自己是怎样的？有点鸡。好，不然现在这样讲对方的优点，帮对方讲。可能要求20分钟。好鸡。跟你说，我真的觉得双子座是蛮鸡巴星座，我觉得真的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露脸，地板还要删，是很会穿衣服的，他很会穿搭的，头发很短，头发很短是优点吗？大家听一下就有，没有，我就没办法剪短发那种人。那你换你讲他的优点，优点应该是就很会拍照吧。职业的部分，猫派还狗派？我也喜欢狗。哦，那你呢？你是猫。那如果跟小孩呢？喜欢小孩？小孩是没关系，小孩尽量是成人之后再带过来养就好。直接收出去，然后十八岁再收。年尾是不是？小孩也喜欢，也是喜欢小孩的。那平常会喝酒吗？看起来是会。屁嘞！还是也派对才会喝。那有特别喜欢吃哪一类的食物吗？面、麻辣锅、韩式料理。我喜欢吃韩式。喜欢听哪一类型的音乐？对，很多。就是中文也听，然后英文也听。哦，韩文也听，哇，泰文也听，日文呢？日文，日文就看有时候。哦，平常就这样，你呢？差不多，你也是，直接抄答案。那你们的理想型？好相处，太空泛，对，而且你自己那么难相处。反正就是，对，我觉得对方也是要有点幽默感，顺眼的。大概你 IU 吗？好像很难诶。那身高嘞？身高有要求吗？但是比我高，不要比你高太多。应该没有错。最后就是对未来另一半很个话，希望你够有幽默感，还叫我们带那个，可以你够有幽默感啊，无话可说。那你可以说个小温馨的话，就是你在哪里等他这样。这边啊，大邻居啊，我在中山路二段等你哦。好啊，那不比你看起来你快要那个，我要喷发。一开始想问一下你的绰号是什么？就 Grace。请问你单身多久？
半年，半年前一段感情是为什么结束？价值观比较不一样，作息时间也不一样，工作时间不一样。我是正常的工作时间，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。那他是刚好是晚上，可能中午才上班，然后到很晚这样。假日没有休哦，对，假日没有休，这个也是对不起啦。你可以形容一下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吗？是蛮随和的，可是因为不熟的话，我会平常比较。没有表情，比较臭，对，会有点会吓到。那有什么相处的地雷吗？碎片。那你是猫派还狗派的？猫派。那喜欢小孩吗？很喜欢。我真的发现，只要是不是猫派狗派，就是会是小孩派。我也是对猫狗还好，然后超喜欢小孩，可能就是没有把爱分散给那个猫小孩，所以以后会想生小孩吗？想生几个？两个吧。你平常爱喝酒吗？很爱喝酒。没有，是不能讲这个吧？突然自己不透露了这样子，反正你知道怎么把那个补回来吗？就是不要吃饭，一天整天饭吃少一点，喝酒前还是要吃点东西垫胃，垫胃这样子，要垫胃。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食物？麻辣锅跟韩式料理。你平常喜欢听什么音乐？瘦子的音乐。那你的理想型是怎么样？未来另一半？运动型。很喜欢运动型，肌肉高，有主见，有主见，对自己有自信，不用特别帅什么的。可以啊，当然要的话可以这样子。才华啦，很喜欢有才华。如果他没有才华的话，没有到顶帅也可以。以后你的营养交给我。哇，口号是什么？我叫黄国珍，然后大家都叫我狗珍之类的。你说国珍，然后就那个狗珍，哦，很常这样子，男生都会这样子。那你的兴趣是什么？平常喜欢做什么？打球、听音乐。那都听什么音乐？比较偏饶舌，就是阿叶那一种。哦，我不知道。你单身多久？没交过。啊，还没交过，是母胎单身这样子。好，那对爱情有什么向往吗？还好。遇到就觉得没差，也不知道多美好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还不错啊，我很好。你给自己发好人卡是不是？我个性很好啊。有什么不良嗜好吗？不良嗜好。没有没有没有不良嗜好，你怎么有点心虚的感觉？你是猫派狗派？我家有养狗。什么狗？拉布拉多。那喜欢小孩吗？喜欢。以后有想要生几个吗？会不会太早问？才18岁。你会喝酒吗？一点点。我很像警察在问讯这样子。喜欢吃哪一类的食物？日式。就跟女生在一起会常常带她去吃日料。拉面。拉面。你对理想型有什么想象吗？比较大。什么？年龄比较啊？年龄还有哪边比较大吗？没有。外形上有什么条件吗？长一点。对未来的另一半想说什么话？希望我能找到另一半。好。依依不舍，舍不得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。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，只是你借给我的，紧紧抱着。在松山区唱这首歌。